猎人啊，狩猎开始啦！诶，呢版对猎人都几难打嘅，你又要控住喺怪喺两只以下啦。咁呢四只都唔错，可能我自己细牌关系咧，变咗出嚟个效果咧，其实几好嘅。咁前期唔同佢急噶啦，大家注意先啦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好秘密，譬如可能是毒蛇啦，可能是打架啦，可能点样啊？嗯，冇错啦，首先啦，稳阵啲啦，因为无论血量啊等等，佢都是可观嘅。嗯，好，同埋火盆，第四。咁樣，可以選擇用石化武器 buff 嘅路打佢啦，又或者出魔法元素去打獵啦。但係佢手方有方面攻擊力加一，解可以解嘅。咁係呢個之前咧，交俾我啦。好，系啦，你读写咧，好，我问大家，咁然后咧，可以出坦啦，可以出闪电战啦，咁我呢个都可以出飞刀手嘅，有三只，你都尽解噶啦。除非佢有，好，到啦，五 boss， 咁我先六段到啦，最金币啦，得到得啦，引导我吧，反攻吧。然后我们想合作吧，是他们。他们是他老公啊。你就看看 ,OK。OK, 要拼完了。究竟是咩嚟嘅咧？我的商品最划算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喂，咁样望落去唔得数嘅，要快啲攻到，快好多加差啊！出都要出噶啦，魔杖，原来咧冇咗啲骨牌就，仲喺度挨紧枪咯。而家其实唔系可以挨咗好多枪嘅，佢十七，我谂翻十七血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要炎魔，咁冇办法啦，佢打我人，呢个真系好系唔得嘅一个。升到合格，你要鱼嘴系爆炸一系冰冻嘅。咁样俾佢打咗八点，其实系好唔抵。